No, ma lo dice quasi mia moglie, si la fa. Ah! Un paetone,你帮我耍吧！我要和你踮咧学队，将你这一生的罪过，好好啊反省一下。阿爸，爸，你帮我耍吧，兄弟们！行，阿爸。啊！我拜托你帮我耍，我不是死人吧？你走啦！这个囡仔无情无义，连你家己亲生妈妈伊都敢出卖，你安尼牺牲有啥物意义？一心一意爱我死，你知影，我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。我都要害无命。哎，志光俊杰，多谢你呢，你一阵仔辛苦啊。安康玻璃公司这段日子，公司代志啊，你处理真好。真的，哎，真的是辛苦你啊！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啊，对了，阿伯，所以这阵啊，你敢想要休假哈？休假？现在爱我休假？哎，敢是爱我放无薪假？我不需要啦。哎呀，不是啦，我听小文在讲啊，伊讲俊豪已经休。哎，反正我知影俊豪的代志啦。啊，虽然伊无想要认这老爸，但我想无，伊是你亲生后生啊！啊，照你讲，我先甲予你上下，予你休困者。哦，多谢啦，免，真正免啦。啊，毋过有一件代志哦，想要甲你参详啦。啊，我哦想要先领一年的薪水，毋知敢会当诶。啊！先领一年的薪水，无你做咩做啊？啊，好，我着吼，我着想讲，即卖时机未歹，想要投资买股票，投资买股票啊，啊是得一支，啊，哎，想要答应伊啊？虽然海王讲已经甲将军号处理了啊，毋过到即卖。人拢无看到尸体，而且拄则人讲到将军号的时阵，一点仔相信都拢无。尤其是伊即马又搁向阳要借一大笔钱，所以我咧怀疑，你是怀疑俊豪无死，可能性真大。所以你是想要看李有贵会安怎斗三工将军号对无？无唔对。将军哦，伊做遐尼侪伤天害理、违法的代志，咱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有一种缘分，叫做冤家变亲家。家己送上侬的豆腐，本来是无食，这是无存的。有一种查甫人，唔惊风雨，永远伫你身边。希望哦，你的黑夜里底还有淡薄仔星光。这头一摆，有人送我一片星光。请看《民视最新八点大戏》《爱的荣耀》。